王后的儿子。嗯。老山羊，你干什么？你们都向昊天宗妥协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里没我的位置，我走，就当我今天没来过。哎，先别冲动，难道你就这么信不过这些老兄弟吗？让我留下也行，先让那个叫唐三的小子滚出去，还有，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唐门二字。这，杨无敌前辈。能否让晚辈说几句话？我发过誓，昊天宗是我永远的敌人，趁我还能忍耐之前滚出这里，不然别怪我令你失衡五步。九爷爷，麻烦您让开一些，我想看看杨无敌前辈如何能令我失衡五步。哼，连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都敢跟我叫嚣了，老白娘，别怪我不给你面子，我会给他留一口气的。嗯，打吧打吧，还是用实力说话更合适。杨武帝前辈，我们打个赌如何？哦，你也配和我赌？赌你能在我手上坚持几个回合吗？不，我要和杨武帝前辈赌胜负。如果我战胜了前辈，就请前辈答应我一件事，如果我输了，任由前辈处置，如何？哼，好个不知死活的小辈，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和我比胜负。只要你能赢我，别说是一件事，就算是十件百件，连我这条老命都是你的。嚯，三哥这招真是管用啊。向前辈请教了。强攻系战魂斗罗，晚辈唐三66级控制系战魂帝。竟有10万年魂环，难怪这小子如此嚣张。你的武魂不是昊天锤？前辈会看到我的昊天锤的。啊，这是。这是我的外附魂骨，八蛛魂骨。好，小三，你究竟还隐藏了多少实力？好强的专注力！这一战，我必须全力以赴。你准备好了？请。第四魂技，蓝银囚龙。破之一足强攻击，弱防御。这场胜负的关键就在于用限制破掉其攻势。第一魂技。